今天我们喝的是特级的六包，然后东方不败，是三层肉，还有特殊的酱料，小辣椒和姜丝一起蒸，用大火蒸，然后蒸到它够软、够熟、够香，才可以出来。Here is almost more than 10 years of history. The previous time that I came here was about 10 years ago. So they still maintain the good quality. And later on, you will see. I'll give you some introduction.哦，就比如说这一道啊，这一道是五收盖的，五收盖我是最喜欢的。English is called long bread chicken, no? Long bread chicken. Is it? No. I don't know. Mustache chicken. No, lah. Mustache is here. Yeah, lah. The 五收 is here. Oh, yeah, lah. Yes. Bread chicken. Okay. Okay. 外码丢个笔筒啊，可以写一个。这个是他们讲的那个，如果牙签的话。这个秘方呢，老板是没有公开，我们吃就好。他说那个肉一定软了，我远远就闻到香了啊。到底是用什么呢？我吃了才跟大家讲。今天我还是跟这个 Stven Gog 一起来吃这顿精美茶餐馆的这个 review。也谢谢他推荐我这家，而且这家我认识了。你在富才哥？不是。来个，这个是小胖云彩。Spinach soup。OK， 哇。哎，我最喜欢喝汤的。我也是。OK。好，这道呢是这边最出名的了。那 this is called the Indonesia chicken。Indonesia prawn。好讲的。你们过来讲过来，过来讲过来，我比你多的吗？不是，咱们近朱者赤吗？我小孩路了，我天天听的。OK。This is the 哎，都不怕。这个是这边著名的印尼香，冰花的。我的冬瓜都饱啊，好啊。哎呀，那这里啊，印尼。我讲，好听我吗？对不起。你看那个印尼香，那个肉很多都，然后它炒的很香，酱料啊，那个香料都弄得很香。加一半自己口水，等我让我讲完啊。聊了，好，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要看颜色。